台北市忠孝国小三居星光毕业典礼。轻轻的，我来了，来到台北市最迷你的忠孝国小。虽然我们没有广阔的操场，虽然我们没有豪华的礼堂，虽然我们只有18班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因为大安森林公园是我们的操场，诚品书店是我们的图书馆，搜狗百货是我们的合作社，那么捷运就是我们的校车咯，串起了无数欢乐甜美的童年诗篇。别了，亲爱的同窗好友，每天我们最期待的是下课时能到球场上一展身手，每天我们最盼望的是午餐时能够一饱口福，每天我们最难熬的是看到考卷时脑袋却是一片空白。6年前，我们像是天真无邪的小天使，6年后，我们已经是昂首阔步的小巨人。别了，我最敬爱的师长，您们是呵护备至的再造父母，您们是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，您们是创意十足的现代夫子。别了，我的母校。也许未来有风有雨，也许旅途荆棘密布，也许命运诡谲多变，但是人生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。因为忠孝给了我们一双强而有力的翅膀，让我们能够展翅高飞，翱翔万里。轻轻地，我走了，在这夏天午夜的台北星空，告别我的黄金童年，告别我的青青母校。